位粉丝宝宝们，在此要说声抱歉，家里六岁的小混球放暑假了，准备陪他回大山老家体验一下农村生活，看望一下老家的太奶奶，因此需要断更10天左右。注意，不是停更，回城后会继续更新。虽然现在的收益已经低得相当可怜了，还不如打螺丝划算，但我保证一定会把故事更完。另外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接这么多广，是作者有病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这类作者就是靠这个吃饭的，就像打螺丝一样，打一天螺丝给一天工钱。如果我们都不接广，那么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了，甚至这个行业都将不复存在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另外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关注，只要不到非得去打螺丝的地步，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。短暂的离别，只为了更好的再见。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假期愉快，欢迎大家到重庆来避暑哦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。